很多朋友啊都有睡觉之前听会儿歌这样的习惯，认为这样呢可以放松心情，有助于入睡。但是最近有圈友发来的求助，他说啊听到这样一个说法，说啊睡前听歌可能会破坏睡眠质量，这是真的吗？因为我们都知道音乐实际上从本质上来讲呢，它是一种波，它有振幅有频率，所以呢不同的振幅不同的频率给我们造成的这种主观感受性是有不同的。有一些研究发现呢，当我们睡眠的时候，我们的脑电波它会放出不同频率的波形。在这个深睡眠的时候，我们的睡眠的这种频率是在0.5到4赫兹这样一个慢波的这种情况下。所以在睡前呢听这种慢波脑电类制作的声音的这种音乐呢，会帮助我们的睡眠，尤其是加深深睡眠，帮助我们缓解身体的疲劳。